Hello， 大家好，我是鞠婧祎，给大家推荐一款我近期的眼妆爱用物，当当，就是这个完美日记全新四色精粹眼影。它是首创溶肤级粉膏质地眼影，一抹丝滑，上眼几乎零粉感。同样是哑光的妆效，但它完全不会飞粉，它的显色度呢刚刚好，和融进自己的皮肤一样自然，整体眼妆呈现一种自带柔光的高级感。除了这些呢，这个四色精粹眼影还非常让我安心，它里面采用了护肤级五大无添加配方，温和不刺激，成分更安心，可以有效减少对眼部皮肤的伤害，点真的很赞。这个全新四色精粹眼影一共有两个色号，一个呢是我今天上眼的暖棕大地色，非常百搭万能，一点也不挑人，还有一个是裸棕大地色。它这些哑光色呢，日常上班随便一涂就能够让自己的眼睛更加的深邃，给人一种很干净干练的职场形象，无论是黄皮白皮还是橄榄皮都能放心入，完全不用担心会踩雷。下班后和朋友聚会还可以叠加这个细腻的白金碎闪在眼睛中间的位置，顿时间呢就换了一种风格，绝对是拍照的气味，所以呢真的推荐大家都赶紧去试一试吧。